就是附近有动物被杀，动物会痛，每个动物都会暴动才对啊。然后也傻傻的说："哎，你应该不会打我啊？"那种，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哦，就是封建吗？好，好哦。没有蜜蜂，哇，这个墙壁也太正方形了吧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听说 Ctrl 按一下就可以按键，哦，有白框哎，等一下，有问题，资源包，哦，没问题，按键设定，不是有什么走路吗？自动切换，在哪里？嗯，左 shift 跑步。空白，没感觉。哎 欸，蜜蜂在哪个生态啊？还是都有啊？我觉得游泳好慢哦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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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玩极限我一定不把让自己蠢死。哦，对，还有啊，学妹，你今天在车上面看《鬼灭》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四个人在看你看《鬼灭》吗？那画面超好笑的，你就是靠着那个吗？车窗。然后后面就有两个在看鬼灭，然后突然一个坐在椅子上面回头看你在看鬼灭。又死啦！有没有蜜蜂啊？有没有蜜蜂啊？哎呦，赞哦！好，已设定重生点，nice。现在的床白天可以躺，对吧？可以直接设定点，你就不会不用怕晚上睡不着了。啊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觉得村庄是不是变丰富了啊？以前有这样子围起来的吗？还是巧合啊？看阿贝，以前就这样子了吗？换这招。啊，有熔炉了。我还是不会用这个欸，我会啦，上次有用过一次。啊哈哈哈！Nice 哦，是不是？扫一下，啊，没有碳可以烧，那挖走。
没有蜜蜂，哎，蜜蜂是很难找啊。喂，蜜蜂很好找的哎。好啦，看来蜜蜂是不想出来了。我们先去找钻石吧。那就这里了。比我快乐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能让你抱着我哭？哎，不对，会爆！想起来了，还好，想骂我八七哈，阿贝，把八七收起来。把你手上准备打八七收起来！啊靠！哼哼哼哼哼！还想打八七呀？哼，就猜到你想打什么了。等下我脚抽筋，哇，好了。那旁边都走，脚步声很烦呢。这盾牌的材质也变了哎，好看多了，一点，这刀也变好看呢。我的幻觉吗？不是啊。嗯，汤啦！好了没？好了没？不是啊，没那么不准。完了。来，准一点来。是哦。美丽的女孩，没有机会，就是刚刚那一次了。白痴哦，在烧肉哎，no！然后我爸也快受不了钱钱了，用力就差哎呢。干什么？谁？
没事没事，阿杯，你笑了对不对？哈，我没死哦。不行啊，玩极限早死啊！太久没玩极限。阿杯，不好意思让你见笑啦。不是，我刚连嘶嘶声都没听到哎、哎、欸，我来得及哦。喂、欸，喂、欸，喂、欸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举着盾呢。断了吧！好，我把按到右键，去死去死去死！我把按到右键。哎呦！完了，要被笑了，要被阿北笑了。不会啦，谁会回回来哦？又关机线，傻了吗？我们要挖到钻石，挖到之后我们就去找蜜蜂，然后被蜜蜂杀死，然后就可以换游戏了，完美，想好了，剧本都好了。我差点要做鞋子哎！对啊，还好没有被笑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哇，很长欸。还是你们想打空个打床战，然后在旁边嘻啪，我怎么又按到拍照？哇，最爱拍照欸。哇哦！看来老天爷很想让我赶快关台呢。
往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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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哦，直接下到二十二层，哎、欸，哈，一二三，嗯，啊啦！来猜，现在8:06，会不会在5分钟内挖到钻石？好，都说会哈，冲啊！钱钱吵死了，钻石信不信在前面了？哦，还有铁巨人可以用铁修复啊，这真的是很逼真欸，不是很逼真啊，很棒欸，白痴哦，21层，钻石，你就在这对不对？钻石，我挖那么多铁要干嘛？铁子，搞爆啦！这边有声音啊，岩浆声。在这啊，打岩浆。然后钻石靠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白痴，我还把哦，气死！我明明就有水桶，哦，气死！14层。不是，我刚刚也是在想说，要不要直接就是把岩浆下面给掏空，但后来想想，不要这样做，等下被笑，浪费时间之类的。我不要。哎，等一下啦，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啊呀，啊，气死！哦，气死欸，起司蛋糕欸。阿伯闭嘴。
你们应该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才对啊，就是倒下去之后，它会把那个围起来，有没有？你们它，啊，算了啦，鱼骨啦。只是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回去啊？我还记得路吗？单人的钻石这么难挖哦。怎么亮亮的？看一下。诶？这我补的吗？哦，是我补的哎，不是我补的啊。好啦，阿贝，我们来看看下面有没有眼钻石哈。哎，是我补的啊，刚刚这边有窟窿。糟了，人老了，开始有点喜欢自言自语了。阿贝没有的话就完蛋了哦。我现在挖矿挖到嘴巴是张开在挖的，天啊！神经病一直在挖这个，哇，我觉得有点笨呢，一直玩这个东西，哈哈哈！天哪，这眼角好大，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快跑！我们换游戏好不好？我好无聊，哈哈。换游戏，换游戏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天哪！我到底在干嘛？哎，浪费了一大堆时间，在看我不在干嘛？我的天哪！你的钻石找蜜蜂死去流程，好，我找到钻石再去死，找钻石，我要找到钻石。